主，这点心啊，人人实在本具啦，因为咱人人本具佛性嘛，人人呢都有这点的主心、善心、主心，那就是具体，和众生啊，人人拢快乐，无有苦恼啦。这就是主啦，主名叫做爱，是真心的爱，无私无染的大爱。所以主自己是无染的大爱念，念念不忘。素心五毒的众生，这就是佛心嘛。美国有一位男子有养一只狗啊。一只狗时时跟随在伊的身边，不管呢上山，或者是呢到海边。这只狗就亲像最好的伴侣，主人看到这个恶人啊，但想讲用惊的上欢喜，无想到愈惊啦，恶的土是泥沼啊，伊愈惊愈陷入了泥沼的内底，想要搁再跳脚。往后啦，已经来不及啦，愈陷愈深啊，无法度抽身起来。一两点钟，天气呢零五度啦。泥沼的内底呢，啊，规身躯用力顶起啊！伊好佳哉有手机啊，就拍911啦，救救的信号啦。人员到位啦，要落去个救，船开袂到，因为拢是泥沼，也袂安全。看到一只狗在遐真着急啦，迄消防人员呐，灵机一动。
这个救生锁啊，落在这只狗的身躯，就安尼落去迄个泥沼啊。锁啊，咪按挖进主人的身躯去。主人得到一条救生锁，按把家己的身躯绑掉呢。眼顶的救生环，哇，就是用力安解救。伊家己呢，也是一步一步向前。一只狗救主人啊！个人感觉，确实，狗是人类呢最好、最忠实的朋友。所以咱常常讲，寸断寒灵，皆有佛性。动物啦，拢是同款，有一份呢心灵本能啊，有佛性，所以咱唔通轻视，唔通轻视众生的性命，咱拢爱尊重。有真侪的动物，真正成为人的宠物。其实呢，主人疼爱，反倒回来，这动物啊受困，被限制着啦。主人爱鸟啊，确实呢，用一间细细间的鸟啊厝，鸟人啊，安尼给弄掉咧，可以不得自由。鸟啊，最快乐的呢是海阔天空，伊会当逍遥自在呀，在空中随意飞翔。这就是爱随意的快乐，随意的心态。这就是咱人类的爱，卖去伤害伊。有伊的境界，那狗啊、猫啊，你爱伊，那你就卖去甲伊限制着。有的爱猫爱狗啊，伊本来都唔免穿衫呢，你偏偏呢，都要去甲做衫互伊穿。其实爱怎样？迄、那个门的内底啊，你若搁在面顶搁甲封着呢，就亲像咱人的皮肤啊，用塑胶甲钉条咧同款。这本来真自然的生活，就人类创造无自然、无有随意的心态啦，啊，这种。随你家己的欢喜，家己别人痛苦无法度呢，甲你表达吼，那同款的道理啦。这都是咱众生的迷信。你要表达出你的爱，唔是自然的爱，你这份的爱呢，是制作。众生
困惑和一个困难，而且呢，伊嘛唔知到底你是要从啥下搞我束缚、消烦为力。所以咱众生啊，应该爱开阔心胸，了解生物的境界，所谓生物啊，伊所需要什么？诸佛菩萨讲安尼的道理，予咱听啦。咱想要求解脱，其实大地万物啊，都想要求解脱。咱想要求快乐，天地万物都希望会当得到快乐啊。确实呢，咱遮的道理拢唔知。所以咱爱好好啊，用心家己爱去追求安尼的道理。